我是刘刘，我是阿和，我们现在出发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今天就是从酒店，然后我们坐高铁直接回河南老家，也是给阿和第一次体验一下高铁。是，我们就走吧。走。哇，今天太阳出来了，真漂亮啊，家人们。那我们现在是进去这个深圳北站，深圳北站，好漂亮。我们现在已经进那个深圳北站了，大不大啊？和我猜不知道哪一个门口啊，等一下我们从这边最左边这边过去就行了，那边有排队的。我们慢慢走吧，往前面走好吗？那边今天我们就是从深圳北站直接到信阳东站，然后全程的话是5.5个小时。好大呀，这个。对，这边有车站信息，上面2楼是饭店，可以吃东西的。各位旅客，D18看到没？D18，前面。对，你稍微等一下，看到没？上面最上面那个。822 G822 就是我们要坐的车，9:35开车。对，9:35。西安北啊。西安北，对对。西安北是一个地方吗？对，都是。我们到西安北，然后继续走。不是，我们是在中间就下车了，不用到终点的。对，中间有一站信阳东就下车了。累不累啊？要给我的脚不累，等一下要走路吗？等一下不用走，在车上一直坐着。我们买的是有座位的，所以一直坐着，不用担心。是很近吗？哎，很近，对，下去走没多远就到了，不用担心走太远了啊。那就好。主要是你饿不饿？我们直接就过来了，还没吃饭。饿。在车上有吃吗？有吃的。啥都有对吧？啥都有，那车上有专门吃的，车上的东西。等一下，你看一下想吃什么。那在车上吃吧。嗯。因为开车还有10来分钟，所以带阿和一起去看看便利店有什么好吃的。给阿和先买点吃的。嗯，还有饼，也有面包。看那边，嗯，都一样丰富的，有饮料，有面包，有水，啊，还有米冬。这里好香，嗯，你想吃什么？对呀，有阿和比较，之前在越南也比较喜欢吃那些面包。我全家都喜欢吃，我爸爱吃这个，比我还爱吃。这个在越南差不多哈，这有些也是阿和经常买的。看这个感觉容易吃一点。来吧。现金。现金吗？啊，用现金啊。手机快一点啊，直接扫一下就行了。阿和吃饱了吗？我饿了，在火车上买吃的就行了。好了，刚刚检票进站了，现在右边的车，这个车啊。第一次坐火车是吗？对呀，我第一次呀。这个火车好大呀。第一次就是坐高铁，在越南还没坐过。1、2、3、6。还在前面。放这就醒了呀。好多人呢呀。就是这个出入口，进门就到了。靠着窗户，一看看外面风景，但是窗户不能打开啊。这个打不了吧？对对，真死了，因为速度很快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我们
有没有个安全呢？不用，这里面不用安全。不用啊，那不会。没事，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车已经开了。是呀，真的很稳呀。哎，这个等会更快吗？还是这个？等一下会更快的。哦，你越来越快了。对，刚刚启动嘛。对，所以这里面显得很干净嘛，对不对？服务人员一直在打扫卫生，很干净，是不是？这个货车。别的车厢不漂亮吗？不是郡，这个叫区，我们叫对，这个叫小区。对，阿和，你感觉坐这个高铁比坐飞机两个比？跟飞机在地上一样啊。嗯，就是感觉是我们在坐飞机，但是真正还是在地上一样，跟飞机的坐的感觉一样。嗯，更舒服啊。嗯，适应吗？那个闻着那个空气刚进来会不会晕车？对，对面的车来这边的会感觉晕车吗？看风景不会晕，但是看这些会晕啊。这就像跟地铁一样，越来越快。地下隧道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声音。好了，离开深圳了。好啦，我们开始离开深圳啦。哇塞，看那边。嗯，昨天我还看走路看到，现在我深圳走到了。阿和的第一站深圳，对，离开了，现在即将要去第二站了。是，准备到第二站了。高楼大厦都在建哦。河南往前走。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. The train is smoke-free. Please do not smoke at any position of the carriage.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. 每小时300公里的。一个小时。300公里。对，像我回你老家。到我老家是200公里多，你知道多长时间吗？4-5个小时才能到我老家，还有200公里。这里一个小时就能跑300公里，对，太快了。好，到新的一站了啊。嗯，另一个城市了啊，一份儿就过一个城市，是不是很快？嗯。刚刚给阿和买了2瓶水。看这里的水，好稳呀。现在知道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出门首选就是坐这个高铁，是不是比飞机还舒服？坐吧，飞机上的时候下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舒服嘛，耳朵是吧，还晃这个，而且这个可以看风景。对呀，飞机在天空上看不什么也看不到。我看到很多那是架民宿。对，都是房子，中国的房子，楼房。是一个人住还是几个人住？一个人嘛，一家人，就跟你们自己盖房子一样的，越南自己盖房子一样。一家的量。对。哦，差不多，就是一家的老房子，但不一样啊。我们越南房子很长，然后很小。对呀，我就说，我说你们的房子都是很温的。对，正方形长方形的。是不是坐的高铁舒服嘛？而且它到的站每一站都是中心站，然后都城市中心。嗯。飞机场呢，就是偏离城市中心了，比较远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选坐这个，而且稳，每一站都停，很方便。而且快。对，速度又快。刚刚我们又到广州了，我刚坐一下，走一下就到广州了，我。哇塞！
么时候越南你说开通这个是不是很舒服？回你家也不用担心了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到时候我会老了吧？我还没去越南的火车呢，我开吧，我去这个高铁，然后回来不想坐火车了。哇，看着风景妹妹。哎呀，好舒服呀。去那边，那边有个餐厅，就是专门吃饭的地方。去餐厅。我刚从那边过来。要吃的话就去。刚睡起来，感觉好紧张啊。紧张什么？感觉很节奏太快了。来不及吧？阿娥这几天有点累，对。坐上车太舒服了，不行，那边睡觉。饿不饿？饿的话就吃一点。这里不是很多沙门吗？对，稍微好一点了。你越来山越少的。这个是中国的农村吗？对。区别太大了。哇塞。是区别太大了。走，去吃点东西。一直直走，带阿和去餐厅。好，这是卫生间。加卫生。没人啊、哦。那个水是感应的啊，手放在那里是有。好，可以了，怎么样？好，就在这里哈，是前面这边吃饭。这水果什么都有。这边一个餐厅就是这边这个这一间就专门吃饭的。我们要两份饭吧。这里是饭是自己做的，这边有价格表，还有喝的饮料、餐食什么，还有套餐的，它的唯一套餐比较啥？这是什么价格一份？65的。65的是牛肉。牛肉的。两份一样是吗？这个米饭啊、哦。就是四个菜，一个大菜，一个米饭，这一起。哦，一起多少钱？2份吗？嗯。65，一共130。130，扫码吧，好吧。牛肉饭，这是米饭哈，这个是米饭，还热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两份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牛肉。来试一下。嗯，看一下。那我来吧，要不？对。看人喜欢吃哪一个，这个有点点辣。如果你感觉辣，就喝这个水啊。这个牛肉都辣呀，都有点辣，能适应吗？都辣呀，真的好吃。好吃是吗？好吃就行。主要是害怕太辣，阿和吃不习惯。我买一个是65元，对，人民币一份儿，也很贵啊。对对，这里面肯定提供的东西价格都不便宜的，在车上嘛。在飞机上都是一样的。
就行，干净卫生主要是。对，很贵，我们去玩放假就他自己打扫。对对。